范冰冰今年6月同李晨齐齐在微博宣布分手，结束4年情。虽然当时他们的声明入面就表示我们不再是我们，但是分手后第3日就已经被人发现约埋食泰国菜。而适逢今日是李晨的41岁生日，范冰冰亦都有在凌晨祝李晨生日快乐啊。范冰冰在李晨生日当日的凌晨铺了张爱猫的相，还加了3个生日蛋糕的 emoji 来祝李晨生日快乐。眼见范冰冰咁有心，李晨亦都有以祝我猫生日快乐来回复，证明他们分手亦是朋友，而且关系还不错。